错的学校。好，好，手放下，谢谢。那有些大哥可能还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让自己觉得心情好。那从开始进来教室上课到现在，心情变得差的学校？我还好，我没有在做你好。所以尽量想一些，接触一些开心啊、乐观的人也好，接触一些开心的事情也好。那有时候情绪心情好，是因为学到新的东西，有一个成就感，哎，这个也会有一个好心情，这个也会有好心情。或者是像礼拜六另外一个学校的学生跟我说，哎，他们在上个礼拜办了50年的高中同学会，50年高中同学会，就是50年前他们是同班同学，然后他们每年都是有在联络，都会办一次同学会。他们说，哦，我们去，大家都是已经65岁左右，六七十岁的人，可是大家都还是聊天啊，然后讲话啦、啊，或者是嬉闹，他甚至说嬉闹。我在想，六七十岁的长辈在餐厅是怎么嬉闹？我是没有特别仔细去问，但是可以感觉得出来啊，非常的开心，非常的开心。所以如果能够大家能够尽量找时间去跟自己的一些朋友啊或者亲人多一些相处的时间、相处的机会，情绪啊、健康都一定会比较好，比较好。除了刚刚那些方面，再来补充一下。